像这样的一个议题，它是跟我们的身体性别有关的，因为女性在台湾可能胖了，人家都会会有一些那个耻笑她或怎么样，所以她这样的一个历经减肥的过程，把它写出来。但是因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，她也遭遇了一些困难、一些痛苦，所以这部影片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。那第二部影片就是北美首映的第二部是《卧三下我爱你》，那讲的就是我想大家应该都台湾的导演应该会很清，台湾的观众应该很清楚，就是它是改编琼瑶的一部小说《卧三下我爱你》，那讲的就是一个刘丽丽导演还有另外一个导演家庭，他们三人行生活45年的故事。那这45年当中不离不弃这样子。那这两部电影呢，都是在Hammer Museum 的 Billy Wilder Theater 演出放映。那时间就是开幕，大二是10月18号的开幕片，晚上7点半。然后那个《卧三下我爱你》，它是应该是10月19号，就是在我们的论坛之后。那接下来就是因为今年另外一个。